大家好，胡家龙集团嘅 Jonathan Wu 想同你分享啲财政年度底嘅计划啦。除咗扣得税嘅退休金公款咧，有非扣税嘅退休金公款，每一年嘅上限额咧就系100,000嘅。咁如果你系已经用尽晒你扣得税嘅公款，你可以考虑呢一种类嘅。因為你想令到你退休的年齡就越多錢落咗一個免税的養老金户口就越好嘛。同一時間，如果你未到65歲的話，你可以考慮提前供款的計劃。而呢個計劃就令到你可以用今個財政年度同埋未來的兩個財政年度的供款咧，就一次過供曬入去退休金，就係等於300,000澳元嘅。咁如果你需要多啲資料嘅話咧，就揾翻你胡家龍集團嘅理財師，我哋雪梨電話就係02-921-1028。